原来他就是林薇啊！我是新来的秘书，你现在就是有夫之妇。那你跟林薇呢？不遵守。紫薇，薇薇，头还痛吗？小助理也来啦。嗯，我饿了，想吃饺子。那我去买。对了，我只是周记，10分钟后就关门了，记得跑快点呢。嗯。 怎么了？医生都跟我说了，你这是脑震荡后遗症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那天其实我不是故意不来的。你上飞机没？我得赶紧去赶飞机了，不然等一下紫薇又得说我了。行行行，就知道秀恩爱。走了，拜拜。啊！我醒来怕你担心，却没有跟你说。 紫薇，你知道吗？车祸这件事情让我错失了最重要的机会，我努力了这么久的目标都没了，甚至连你都不要我。不会的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。哦，饺子买好了。我突然不想吃饺子了，我想吃你煮的爱心粥。那我先走了。 你为什么不去啊？你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对呀，看起来好般配哦。我这个人就爱客人呢，大家不会介意吧？不会，不会呀。来来来，抽签了，抽签了，大家看看自己手中的纸条，抽到相同号码的唯一组，两人一组啊。哎，我抽到4，谁跟我一起啊？6，谁跟我一起的？林麦子，你也是6哎，你像个董事长一个组。紫薇，那我……要不你还是把号码让给薇薇姐吧。没事，要是麦子不愿意，就算了。啊，没事，我跟你换。 哎呀，这样才对嘛！哎，等一下，要得第一哦。3、2、1，哎，你快点呢！哎哎，别拉着我，麦子，你没事吧？快叫救护车！ 紫薇。 你像个董事长一个组，要不你还是把号码让给薇薇姐吧。麦子，紫薇，我没事，放我下来吧。真没事吗？要不还是去医院检查。我真的没事。薇薇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真羡慕你有这么关心员工的老板，以后要更加用心工作哦。嗯，你刚刚也太那个吧。薇薇，我……你不用担心，我是不会吃醋的。 我对我们的感情有信心。接个电话。少爷，老夫人回国了，现在在等着见你和夫人呢。我们现在回去，奶奶回来了，我们。乖孙，奶奶，乖孙媳妇，你就是麦子吧？快让奶奶好好看看。奶奶好。<笑>表哥，姐夫，人齐了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 真般配，两眼睛，第一张嘴，倒也不用硬，哎，怎么不吃啊？哦，紫薇夹菜变麦子，不用不用，这个喜欢吃吗？哎，麦子，喂一下呀，喂一下呀，哦，看这边，真可爱，哈哈。 他演的可真像啊！要不是我知道林薇的存在，可能都要信了吧。对了，下午我让管家给你们煲了个头一课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快出发吧。我。 你怎么脑子笨，手也这么笨？哪有啊？
你以为你就赚得很好吗？哎，你玩不起。哎哎哎哎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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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想到你一个小助理心机竟然这么深，亏我之前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想勾引他，现在竟然被我发现了，你还快滚！我看谁敢让他滚。奶奶，别这样叫我，你还是叫我陈老夫人吧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我孙媳妇都要被欺负透了。孙媳妇？没错，她可是我们陈家名门正娶进门的孙媳妇。你打开吧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比得过我跟紫薇的十年吧？说白了，她就是因为你怀孕才娶你的，别想靠着这个孩子坐稳陈太太的位置。识相的，赶紧把孩子打掉！告辞。紫薇，你把奶奶送回去了吗？微微，对不起，其实这件事你不用解释了，我都听助理说了，那晚你是把她当成我才这样。哎，其实也怪我，我应该留在你身边的。微微，不要走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你放心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把宝宝当亲生孩子对待。我饿了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谁让你做主做的？我还不滚到客厅去做！吃饭了，去哪呢？哦，我在网上查了，孕妇的饮食跟我们都不一样，很多东西都不能吃，所以我让林因为做了，放到客厅了。那也不用分桌吃吧，把他吃的拿过来一起吧。紫薇，你竟然还记得我最喜欢吃这个，值得奖励。我吃饱了。啊，我去上个厕所。看着我跟他恩爱很不好受吧？你到底想干嘛？跟他离婚。你也知道他根本就不爱你吧？他对我是有感情的，不然怎么会在公司帮我，我们还一起去做陶艺。陶艺？你不会说的是这个吧？被他扔掉的东西也就只有你当宝了。丑小鸭变天鹅的梦该醒了。奶奶，麦子，今晚有个宴会，我准备对外宣布你就是我们家孙媳妇，免得啊你又让人欺负了。今晚呢，打扮漂亮点哈。嗯，奶奶对我这么好，我们最后分开的话，奶奶会伤心的吧？那个就是靠肚子上位的女人吧？真是不要脸，靠这种手段拆散你跟紫薇。就是。好了，别说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，擦擦吧，免得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底气也没了。不擦，那我帮你啊。我们帮你啊。走开。你们在干嘛？